こちらです。こちらこそありました。ここで一致こちらにしましょう。不是坐坐的时候不是向上，不要向往上，脚会不抬起来，这样坐才会稳。ここで一致再起来坐坐上面，你脚坐在地上没有啊？如果你的屁股有浮高起来，那种坐在你脚跟上，那你就可能会被人家堵了。三角形与你心口之间的空间是。好，我们讲，其实还是要维持一个三角形的状态。如果其他事情，そして、頭を向けるように。要维持像一个你随时能够拔刀的一个状态。随时要心里好像这边有一把剑，这样子你们姿势才会正确。是吗？所以不可以会有道理是可以让大家用这种姿势
也不会说很好，他们其实没有，是的，不是，他是用完就干脆了，所以就是大安全了。但是如果腰啊、膝盖、脚受到很不舒服的，你是可以让你采取盘坐姿势的，或者用盘打睡觉。但是盘坐的时候还是有固定的姿势，像我刚刚上后是不行，坐的时候还是一样，心里要有一把劲，对，不能真的要坐。有人要是真的是嘛，可以稍微低低那里，因为是膝盖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振作。因为当中是低嘛，但是你还是要坐啊。虽然是盘坐，但是你还是可以有把劲起来的，那种动作。做完就可以。不过你有人他不做是什么？不例外。因为以前的武士他有穿戴一些铠甲，所以其实他要振作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他们来用功在怎样做的？不例外。以前的武士，当然我没有穿铠甲，他大概就是龟仙姿的。那他如果因为穿铠甲没办法振作的话，他还是可以盘坐的样子，像一些。早上在里面就会看到我们是盘坐的那种，真正要坐。还站不稳吗？还不稳吗？还坐不稳吗？然后这都是没有坏的。不稳吗？这站是不是站不稳吗？然后脚到这。现在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样？啊，这边站不稳吗？啊要不然就没有了，不过你就没说。不要看这个，看这个。对。这个要变的，这个我是拿来变的，知道吧？你，你家，我现在在，我这个我就是后边，就是拿出你现在你还要吗？你那不光哪个是不是哪个？不是哪个哪个的啦？哪有那么多人？不是哪个不会？不是哪个人？后面小心点。对对对。但要看到你先交的东西，不要先交。后面是要先交的。啊。就是知道的肯定是这样子，啊，这种就直接讲。啊。不是这种货，不能换。所以我朋友说他说你们就有人他在他前面的跟说八方七都不能他那边他那边不能他都说我不能不能那大家都不能到了一起他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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